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S， 欢迎来到今天的 Vlog。那想说，原本今天天气不错，我本来想开始出去试车的，因为上一集我们不是有改那个强化车头刚性的东西吗？所以我现在其实蛮想试车的啦。但是在昨天晚上，高雄 TDMI 的 Steven 啊，他突然打电话给我，跟我讲说他工厂里面有一台很漂亮的 SER 的沙肉车。但是现在我听到这个消息就真的很尴尬，因为大家还记得吗？我在上一集吧，我才花了一笔钱去帮思思买了很多改装品。那我现在身上啊，基本上是快破产的状态啦。但是因为这个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，因为据我所知，那台 SER 车上应该蛮多好料的。那台车原本也是人家要整理起来开，但是因为临时计划有变嘛，所以那台车的车主啊，就打算把它杀肉，把它卖掉这样子，蛮可惜的啦。说真的，卖那台车啊，也是上了一堆改装品，然后也是一堆翻新的零件，一些新的零件这样子。那我想说啊，真的可能过了这村就真的没这店了。总之就开车下去高雄一趟，去找 Steven 去亲眼看一下那台沙肉车，希望自己沉得住气啦，不要花太多钱，不然每次去 TDMI 那边啊，都会花很多很多钱。就像上次一样，我不是买了一堆东西啊，买了油箱嘛，又买了拉杆，然后又买了排气管之类的。所以总之啊，我现在已经在去高雄的路上了，所以我们就高雄见吧。一下，我现在刚到清水休息站，那因为今天一大早出门，什么都还没有吃，我现在饿爆了。然后我刚刚就去买了一个八月堂，这东西真的超级好吃，超级邪恶。每次经过清水啊，真的看到都会买一下。哇，好漂亮的东西啊！这根本是艺术品吗？好，那在我们简单稍作休息之后啊，我现在应该要继续往高雄走了。哦，台中这边真的好热。原本在走的时候啊，在想说台北还有一点凉凉的，但是一到清水这边，外面超热的，天气超级好，完全没有云呢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到了！这传说中的 TDMI， 老板好。嗨，你好。史蒂芬周。哇，是我要回我表妹，因为要做外销的东西。没关系，这位就是一直在我频道出现，只出现人名，一直没有出现人的隐藏角色。有一件事想要要求一下。是。进厕所。去吧，去吧，在后面，在后面。好急，超急。Few moments later， 哦，哈哈哈哈，是的，这里就是传说中的 B 十三 Central SER 啦、帕鲁萨啦的大本营了，在台湾的大本营。呼呼呼，这一台啊，这台就是 Steven 他自己的车，哇、哦，这台超级漂亮，而且这台是老 BBL， 这应该算是改装目标了。这台真的弄得超级漂亮的。这一组卡钳，这一组框，这边那天被人家撞啊？什么？你被人家撞？对啊。为什么？就有一个业务白痴给我回转，然后你会看到哇，我原本已经裂了，就被他一撞更裂，然后我框也被他撞受伤了，然后我内座干，所以等一下要开是可以开，只是说我就是怕会，你知道吧？哦、没有，我这要都要大整理了，现在变得很破，真的很破。哎、欸，你这后面本来就拆掉了。我拆掉了、啊，我到时候全部都要再重整一遍，我要再翻一次。你要再翻一次？你已经翻了、啊，你再翻几次了？我翻第二次，再翻第二次了。哦，是现在是第二次哦。第二次、哦。我以为是第十三次。没有。你看我漆都没有在整理的、哦，我都没有在打蜡。对啊，你看，我花超多钱在漆上面的。真的，你这真的是我的目标了。没有啦，真的没有啦，就很多细节真的要打掉重来，你知道吧？我车头全部要重改。重改？为什么要重改？啊？为什么要重改？啊，就想要改啊，就想。等一下有什么东西好改？看了看就知道了。不要有什么新的可以改，你都不讲哎、欸。引擎盖全部都要改掉，叶子板要改掉，下巴我来考虑看要怎么做。下保杆也要改掉啊。反正就是你看到前面全部都不一样，还在筹备，正在筹备。真的很猛哎、欸。啊！全世界到处买料。全世界到处买料，不会是 B 十三一哥啊？没有啦，一哥人我大有人在，我只是路人甲而已。
可怜的车，你看、现在怠速还在抖，是什么都有。你知道我有全新这一整套的吧？你真的很夸张哎！等一下我去翻给你看。到底谁会背这种东西呀、啊？这个我留的好辛苦哎。都奇怪的东西，好扯哦！为什么你这么多框啊？是个人喜爱收集。哎，我真的最不喜欢好小，你看，看也真的很扯哎。然后这个是全新原厂的什么贴纸啊？阿利亚扎。哎、欸，这东西竟然有料号、就是。有啊，有料号啊，这很多都有料号的啊。对啊，这个现在应该买不到了吧？很多停产的，要买是都买得到啦，只是说停产，只是说你要看日本仓库谁有。你看台湾之前的 Nismo 也有出这个，你看很，我不夸张，你注意看，他写 Nissan 台湾，嗯，有没有看到 Nismo 这是正的哦、喔，然后呢，他这个是这个东西，然后我就去收了一大批回来，然后我就拿去卖美国，我靠，我不夸张，我不到五分钟。40套全部被扫光，全部被扫光。40套真的不夸张，40套马上，因为看我的版的老外很多啊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名牌啊，这是当年做的旅牌啊，因为我这个那时候没有卖很贵啊、哦，一个可能就20-30块美金，我就跑了。五分钟真的马上就被扫光光，五分钟马上被扫光光。该不会是美国有第二个 Steven 吧？然后没有啦，就是因为有人，因为我有一个客人，他长期在给我买东西，他一个人就扫了20片。嗯。这个也是啊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？你上台湾，这是 Emblem 啊。哇，这个盒子好有年纪哦。对啊，你看连包装都有，所以就是我到处在找，看台湾还有哪里有这种东西。对啊。我好奇这个东西到底要去哪里找啊？我都不知道去哪里找，就随便挖，就到处一直看。哇，这一块漂亮。对啊，全新的。哇，这一块，哎、欸，这个标超经典哎。对啊。你怎么这个标超级经典的？对啊，就是找，就是一直要找，一直要找。而且再来是你卖他们的时候，人家也会考虑说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哦，对，其实因为我卖到就是有一定的公信力的，所以大家要找我买。然后我还有一个这个东西就是绝版，大家也在跟我要，就是 Nismo 的钥匙。啊，那啊，对啊，就这一支啊，以前台湾很多，他们跟我说很多啊。嗯，对啊。哇，这一支也漂亮。我前阵子在台湾，大概4年，我搬回台湾4-5年前的时候，我有扫了一批回来，为了拿去卖，就卖到最后。有人很夸张，一支钥匙要跟我开价开到160块到200块美金，一支哦。那个是不是有仿的、啊？有，澳洲有做仿的。不夸张，真的，每次来我都会沉不住气，然后就买了一堆东西，然后买到有时候老板都说：“那个没有要买。”他说卖光了，到时候怎么用？现在连我自己要买都有问题了，真的。不可以这样啦。没有啊，真的，现在有钱是买不到东西，我真的不开玩笑。这组卡签到时候也要上一下。因为 SCR 的原厂刹车真的是太吓人了。这个他们颁给我的奖杯、奖牌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真的，因为他们在美国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叫 SR20 West Coast，嗯，就是整个 West Coast 的玩 SR20， 就是前驱车的。嗯。啊，我是 Vendor of the Year， 就是Vendor 中文要怎么解释？就是卖专门在卖这种东西的人，卖零件啊，我很长期在这个 group 里面。所以，因为卖到最后，因为我为了这台车，我花很多心力去研究很多零件，所以一直卖。可能在台湾，大家觉得没有什么，可是，在他们老外里面，就是，有一个人一直在做这件零件，让它一直持续源源不绝，一直在动。对，那个中文怎么讲？我有点想不起来。就是，反正英文就叫做 vendor。嗯，对，就是这个 vendor of the year， 我就很开心。你看一下你引擎室好不好？对，引擎室。对，六速改好了，对不对？还没有。还没吗？在这里。你六速还没改好？没有改好，因为很多细节，要用，就是我们两个，不好意思啊，很多。哇！狗屁！这个才叫普通吧？你看这个就是为了改六速，神经病，我还去把它拆成这样子。对啊，为了六速，然后我们去狮头。嗯。对，我们把它喷砂，到时候要改，到时候改完之后再请你来试乘，请你来试开。哦，对，这六速，这是六速的，对，为了这颗，为了要有 LCD， 我还特别从美国买了4颗有 LCD 的变速箱回来合集。好扯哦，对，真的很扯哎。又花了很多钱。没有啊，这真的就真的没有什么，真的没有什么。各位，我相信各位绝对可以打赌，你看这真的没有什么。看着我的车，然后再说这个没有什么，这真的没有什么，我真的只是小咖的，我跟你讲，对啊，
那你老板很谦虚。你看落叶那么多，好帅哦！这种东西，看到日本买就有啦，大家自己去日本买不就好了？哎、欸，那个超贵、欸，对啊，不便宜哎、欸。对啊，对啊，啊，然后我连这个也是啊，连看不到的我也喜欢。还有这种东西可以改哦？有啊，就你知道，有时候你就改到最后真的不知道要改什么了，所以我就这边买那边买。哈哈哈哈哈！哇，你这个也很近哎，我这个声音好听。啊，还有这一台啦。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这一台，大家知道这台是什么车吗？这台车叫做尼桑的 Parusa GTIR， 原厂 SR20DET 2.0 有涡轮，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是四传系统。四传系统那就算了哦，你看它这个车这么小一台，你能想到这个车能有多快吗？这台在国外啊，他们叫做小哥吉拉，因为大哥吉拉就是 GTR32 嘛，那这台真的是小哥吉拉。嗯，那个时候的尼桑真的很迷人，他们就是会做出这种怪车出来，很强很厉害的怪车。这台现在在国外的二手市场啊也很抢手，因为这台车真的很少，但是这台车很快而且很特别。虽然说它长得有点我觉得这个引擎盖我不行，但是这台车真的很快，而且我真的很喜欢。好吧，那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这一台啦。啊，好可惜哦，这台车台真的全部重整过了，真的很漂亮。原本我是打算直接买整台车台的，但是我工厂里面已经有另外一台接近报废车的存在了，所以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再买第二台车了。在台湾买车真的是很问题，不是税金，也不是钱，真的是位置。你买了一台车就是要整一个位置，要放那台车，不然说真的这台车要拿回去啊，直接这样杀之后再卖。或者是直接弄台厂车出来，怎么算都划算。对啊，这整个都弄得很漂亮。对啊。哇，夸张哦！哇，你看这车台，没有歪就算了，而且很漂亮。然后后面底盘也是，全部连杆都上了。哇、哦，啊，这台车真的很可惜。应该是不用吧，那个应该是他的。好了，那我现在已经决定了，因为我那台车的发动机有点问题嘛，所以我要这支发动机，然后还有里面的枪管，因为我那个枪管也要换掉。然后避震器的话，因为这一组也是 Steven 他们的，所以我不打算杀这一组，因为我想要直接跟 Steven 买一组全新的，所以这次就先不杀了。然后再来后面的话，后面买比较多东西。像后面这边呢、啊，看到有颜色的，我几乎全部都要了。是因为这些东西啊，迟早都要改的。因为到时候我想要拿 SER 去跑力保，因为我觉得那这个车载力保应该会蛮好玩的。像这个嘛，这两只调整的，然后这只也是，然后再来防倾杆，这个我都要全部拿走。然后再来这只拉杆，这只拉杆我也要把它拿走。这个其实全部都是他实际上他们自己做的。他这个人哦，其实真的是，因为像 B13 这种车啊，在改装上面、啊、可能改装件也会比较难找，而且原厂件其实也很难找。虽然说国际上还是有一狗票人在玩这种车，但是你说玩的人的数量啊，绝对还是没有像 Serubia 或 Skyline 那种很多。所以玩这种车啊，你就要自己去花很多心思。那像 Steven 都是自己去开发，有缺什么，那不然就是自己去开发，自己去找厂商谈，自己去找工厂谈。然后像原厂的料件也是，那像 SER 其实很多零件都是跟331有共用，那共用的那些啊，要找其实都还不算太难找，但是只要是牵扯到双门类的零件啊，那个零件真的是无敌难找的，而且有时候根本就找不到，你有钱也买不到的那一种。那像双门的零件来说啊，比如说像后三角双玻璃那一片已经绝版了，那片在国际上已经确实已经买不到全新的了，但是那一片又含着胶条，因为它不是说玻璃跟胶条可以分开换这样子，它又是连在一起的，你就必须一定要整组一起换。但是你整组一起换，你就没得买嘛。那像 Steven 啊，他最近就是在找工厂，看有没有工厂有办法去做出来，做全新的出来。如果真的做出来啊，那对我们来说就真的有福了。那这组框我原本也是很想要收啦，想说顺便嘛。但是后来想想啊，
空这种东西也不能太轻易妥协，因为我真正想要把 SCR 装的是沃肯的 Master 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喜欢那组，而且我觉得 SCR 装那组真的会很帅。不过对，你们也知道嘛，现在就是预算比较吃紧的时候，所以改框的事情还可能会稍微延后一点。那我也不打算收这一组，因为我没有很喜欢这组的样子。对，那我现在已经从 Steven 那边离开了，好不容易。虽然说我在一开始跟大家讲说，我今天一定要沉住气，我今天一定不能乱买东西。但是看到那台沙漏车，我真的忍不住哎，因为真的车上太多东西是我想要的了，而且它又卖得很便宜，我就干脆就这次一次工就把它全部买回来了。然后除了那台沙漏车的东西之外啊，对，我又买了其他的东西。但是没办法，因为这些东西真的刚好有，你知道，刚好看到了，然后价钱也不贵。不买真的很怕之后就再也找不到了。那你玩老车真的就是这样子，有时候真的过了这村就真的没这个店了，所以就我这个月真的超干的，对吧 ？Anyway， 我现在已经准备要从高雄回台北了。原本是想说今天天气还不错，可以走东部回去了，因为那边比较好开，而且风景也比较漂亮嘛。但是因为我还赶着回台北，明天还要剪片给大家看这样子，所以今天就不走那边了，今天就直接走高速公路回台北。对，那今天影片呢就先到这边吧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。我是 Pierce。我们下次见，拜。